布马匹准备到档第十场赛事三班千四米，准备。我哋一开集嘅时候啦，咁啊见应声弹出咧，见到中间耀丰泰啦、诚信宝驹啦，咁啊再内栏位置起滑噶，中间红帽仔白衫，仲有贝利奇啦、至尊飞星啊、黑帽嗰只啊，呢五只马喺前面先，再后边嘅马内栏马朱明星，中间咧仲有丰衣足食、好易揾真彩啊，出边有只圣象啊，后边嗰四只马咧有呢只威武福星、海南一号啊，暂时殿后一对，有呢只咧就兵工厂同埋孙子兵兵嚟噶。好啦，过咗呢个一千米段转转呢个香港太学院弯啊，前面带头嘅马就诚信宝驹中间内栏就系起滑啊，后边第三位嘅马有耀丰泰啊，再喺内栏就系呢只贝利奇红帽仔白衫噶啦，响外边啊圣象，中间啊至尊飞星啊，再后边嗰阵咧先见到好易揾啦、真彩啦，内栏就马主明星啊、黄衫黄帽嘅，再后边有丰衣足食啊，尾四嗰一对咧有威武福星、海南一号啊，包咗落尾嘅马有兵工厂同埋孙子兵兵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滞啦，前面诚信宝驹白鼻箍嗰只啊，内栏位置有起滑噶，再见到中间贝利奇摆正堂太追噶啦。咁啊，后边嘅马咧，咁啊，亦都见到中间至尊飞星啊，外边骑上嚟有好易揾啊，最出就系海南一号嘅，斗到嚟最后百零米啦，贝利奇红帽嘅埋边斗紧就系诚信宝驹啊，再见到外边咧就系呢个海南一号追紧啊，中档位置咧仲有至尊飞星，最后百零米贝利奇已经系脱颖而出啊，外边得只海南一号飞咁上嚟啊，接近终点要影相啊，海南一号同埋呢只咧就贝利奇系相当接近啊，最后一百米、五十米、三十米都系呢只贝利奇已经系突围出。但是外面呢隻海南一号啊，哇，踏着了个摩打一路飙上来啊，终点前一步呢看来海南一号赢了，第三呢就是诚信宝驹啊，哇，我真的跟你分了个骑师王去啊，海南一号你说啱啊，蹬一蹬佢嘛，蹬蹬是他 win 咋嘛，咪买个 win 咪得咯，系咪先，跑第二就是这隻贝利奇九倍啊，第三呢诚信宝驹，第四咧至尊飞星四八十一十二。咁样追到啊，八宝啊，又系你，食到喉咙叮啦噃，又系潘顿嚟咯，好嘢啊，马仔细细啊，孭住咁重磅都追到上嚟，所以改翻佢之前嘅跑法，宁愿咁样 hold 住嚟追啊。点输俾你？食到口噶，睇下点跑十档锁啊！一起步同你锁，跟住系啦，顺跟呢啲人为慢少少仲好，因为可以俾佢摄得靓位，唔使好似嗰啲至尊飞星啊嗰啲啊斩搞。拍宝都冇错啦，红帽仔白衫，咪攞住啲生位先啦，就望住前面至尊飞星，我都唔埋入边噶啦，唔埋啊，费事啊，你可能会塞脚，咪 hold 住呢个二碟先。结果就好易揾啊，零零丁丁咁啊，走咗喺出面。咁啊，呢度走走下，走到内栏冇计啦，因为你啱啱转弯啊嘛，转弯嘅时候有啲马会一路压翻你入去噶嘛。好啦，好易揾咧就 outside， 但系 outside 得嚟咧，咁佢都有前面嘅圣将诶挡住噃。咁啊，海南一号咧就尾三嘅，丰衣足食喺佢前面。转弯已经走咗出去啦，丰衣足食啊！谂住你仲唔系移出去攞位？喂，唔系喎，无思义话你成日话我出去，我唔出啊！呢场出到三搭啊，匿埋喺个马林后边喎。系睇下可以开边啊，海南一号。哇，呢个位今日冇马赢过喎，喺 A 跑道今日喎。嗯，即刻再转边。系啊，一轻轻抽转边，哇！咪打得好犀利啊！反而拍波就冇打得咁犀利添，系咪有少少轻敌咗咧？